定了，不用懂，给谁也是懂的，那玩意儿给你，你自己找您呗，你有啥不？你赶紧，给钱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今天做个啤酒鸭，鸡胗，鸡胗，鸡胗，我就在这找啊。鸡胗，鸡胗，这不是熟的吗？熟的，熟的，切切。炒炒呗着。啊，他说炒炒就行，我炒炒吧。搁锅里炸那油，炸那青青椒。咸吗？咸，有咸。有咸。先焯一下水，是吧？哎，加油！你要不要喝这个果？干啥？清温。你听吧，你听吧，你听吧。那你这吃了这啤酒鸭，你还能开车吧？哈哈，没事儿。这些水下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有甜味，我都没长眼。葱上那再蒜，上那点辣椒，盛出来就行了。那个不便宜吗？18块钱斤。18块钱斤。这一排18块钱，要了一斤，也不算贵。这好吃。鸡胗好吃。嗯。呀，你别让咱爸爸尝了，啊，他手肿。你当然。不让爸爸了。嗯。有人打眼，那没有洗眼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行了行了啊！这是我的车。厨房里吗？看我怎么还摔倒了呀？没看见。我发财，我发财了。这又炒了个啥？这个鸡肚，鸡肚。吃吧。呀，这是鸡胗。金汤酸菜鱼，豆芽，啤酒鸭，还有一个鸡肚。妈妈，你弄点汤放里面。